二级头，2.5，我打开就这个，来放看，这个薄膜跟它的垫片，就这边用我们的活动扳手，因为这个不是，它不是公制的，它是硬制的，所以。对啊，所以17号有点松松，会把它弄坏，所以还是用活动扳手把它松掉。就这是全金属的，这个 label 把它推出去，这样卸下来。就这个。保养的时候，这个我们是会换掉，所以要把它拔掉。它咬嘴就剪掉，拔掉而已。这是全金属2.5的，就放在我们的字据上。这个位置是2.5，这个位置是2.0，调整管的位置。都拆上面这个。这个地方是2.5右脚，之后它这边有一个那字形，这个用我们的很多方法把它固定拆开。它是逆压的，所以顺向是拆，逆向是锁紧。这边跟上面这个都是逆向的。一定要转对，不然会把它弄坏。因为这个地方工具的关系，所以只能用这个拆，不然就是有比较扁一点的扳手也可以。它下面有个握件跟这个延长的，这样装进去。这边有两条小，一个蓝色的跟子弹对锁的垫片。这就是小调整管，长调整管。最后这个 label 可以这样推开，推开之后到这个口，然后进去，再出来。之后这个拆这里，一样放我们这个字据上，这是刚好匹配它的。之后一样用这个把它关上。太像逆压，所以顺向是松开了，松开之后，下面有个垫片要小心它，它现在被 O-ring 卡住，所以有点紧，那你拆的时候小心它弹出来，再扶住它，怕它弹出来，因为 O-ring 挤住，所以拿用这个工具转松一下，它跳开。中间一个垫片，跟一个六角，跟一个弹簧。